嬉笑怒骂，将人生百态插科打诨到生活智慧。哎，这个老头真有才，散打评书因众人捧腹，连进古稀成八十万神。哎，那个老头才叫帅，技艺传承随徒弟心意，活得自在是真的畅快。哎，那个老头人人爱，敬请收看黄金三十分视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黄金三十分。说起成都人都晓得喜欢看热闹摆龙门阵，有好喜欢呢？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成都人围到一张四方桌，三五成群，从天文地理说到家长里短，那就叫摆龙门阵。而说起摆龙门阵，就不能不提到成都最会摆龙门阵的一个人，李百清。前边的朋友，后边的朋友，左边的朋友，右边的朋友，前后左右的朋友，男朋友、女朋友，男女朋友，哎，站到的朋友，坐到的朋友，站到坐到的朋友，一句话说完，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他就是李百清，四川语言艺术家，讲了一辈子的散打评书，靠到一张嘴，愣是把自己讲成了万千少女的偶像，娘娘们心中的帅哥，不分男女都追到喊他一声男神。男神噻，他是我们四川的男神。他太好，还有他的形象啊，我很喜欢他，我妈妈也很喜欢他。他我从小就看他的评书，真的。从小就听李老师的那个磁带，以前是磁带。在成都，历来就有评书艺人在茶馆里讲古论今，靠散打评书出名的李百清就是其中的一员。只消一桌一扇一杯茶，一人一嘴一心目，不管台下来者几许，身份几何，待客端起茶盏，就听他龙门阵开场喽。我们也曾经连内裤都穿不起的时候也有，我们当所谓的超哥，穿的都是半截衬衣，只有一皮领，我现在屋里都还有。我记得有一次人家给我介绍个女朋友，我又穿个巧克衣裳，穿的半截衬衣，雪白，我就搞忘了在人民公园见面。我一摆高兴了，我就把个巧克拉上，表示很潇洒。那你我就会，我再看看有啥子。嚯，那是肚脐儿的外线去，看这。李百清的名字如今在成都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有人把它跟火锅和熊猫放在一起，作为四川的特产和标志。而作为川味语言的发明家，李百清发明创造的四川方言词汇已经融入了每个四川人的生活。在那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无疑就是假打。才开始用这两个词的是用啥子？是用在电话上，别那个大哥大不在我们书上的，等于故意把声音提多高，等于扬盘嘛，要让周边人晓得咋哦啥子两百万活动不要找我，这个是个夸张的，是艺术的夸张，但实际上肯定有这种现象。哎呀，几万块的事情有啥说的嘛，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为是假打。但后来这个词一言一声呢，就成了别没得这个事情，你在说这个事情假打，对不对？你对人家这个感情不真实，假打。李百清把生活中不真实的虚伪的人和事归纳总结称为假打，而那一新发明的四川方言词汇也成为了每个四川人日常生活中言传一回的暗号，风靡至今。来来，我碰到个女娃子把我喊退了。哎，李老师，哎，我就这样的忙啊，子。哎呀，我书都没来听，哎，这样忙得很。哎呀，哎呀，昨天呢，有个小庆通了个电话，小庆，刘小庆呢喊小庆，好嘴巴大。然后车管说呢，哎呀，给刘德华、给周润发打电话呢，好不容易才拨通。拨通了呢，两个人都忙哎，一家子说了一句话，我说啥子？对不起，你打错了。哎呦，这假不假打不对吧？不然给你摆的尽是明星大腕的事情。今天又说是姜文请他吃火锅，后天又说姜文坐下来，块巩俐又跑起来，高矮喊约他打麻将。麻将桌子摆出来，侯耀文跟姜文两个走来笑笑，走哦走哦，打高跟对象，人家他净摆这些，很像很得行，晓不得？因为这些你拿到脑壳里头。
伴随着贾达那一新鲜词汇的流行，李白清的散打评书也火遍了四川的卡卡角角。正是通过那种不按套路出牌的评书，李白清也成为了全四川最会摆龙门阵的人。但在他自己看来，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还是要讲究一个机缘巧合。80年才开始讲书的，也就是7、8年还没讲评书，还没讲评书，那个时候停留在拉家家去搞装戏。在上世纪80年代初，30多岁的李白清还只是一个骑三轮车在大街上帮人拉货的苦工，闲暇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去茶馆喝茶，听别个讲书。在这儿巴不得喝茶，就遇了一个打金钱本的，就一起喝茶，一起吹牛，然后就接触了很多讲评书老师，后来就认识了我后来一个第一个老师周少杰老师，就正式进入这个行道去拜师。就那样，白天的苦力李白清到了晚上，醒目一拍，立马变成说书人李白清。一个是有书力呢，勉强能够找到书力呢，啥子三下五里啊，更重要的是啥子，口传心得。那个时候我们高峰能挣10块多，你得开玩笑。那个时候我们单位的厂长都在管50-60块一个月。可那眼看着马上就要奔小康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化让生活刚刚好起来的李白清只能随大流南下打工。对的，85年左右啊，台球啊，麻将，更重要的是录像，他不需要你评书老师啊，所以慢慢这个行道就走下坡路。我走去帮个公司吧，我喊退了，走去就给我分个办公室主任。哎呀，我讲到办公室主任还是可以的，对不对？级别还是有点高。去帮了他2个月，我找了700多块钱。为啥子我倒找700多块？天天中午那一只东西全部在隔壁子端端排骨面、酸辣粉，甚至全部吃成灰面脑壳了，对不对？我就别的看不过意，要不要拿钱出来宰个鸭子啊，吃点猪脑壳啊？南下的经历让李白清感觉到自己不适合生意场，还得靠嘴巴吃饭。于是他杀回成都，准备重操旧业讲评书。那一次，改变他生活的地方不再是茶馆，而是成都锦江剧场。锦江剧场的前，也就是说前3个月，可以说凄风苦雨，讲2篇没得人听，算了嘛，不听这个书，我们给我换一本嘛。讲2天嘛，那天又讲，就这样子折腾。最后折腾就没得办法了，我到底你们听啥子？哦，我就干脆不要书了，我就直接讲当时社会上比较看到的，比如我白天看到一些现象啊，啊，一些啥子，那个时候开始打手机、玩传呼啊等等一系列。哎，年轻人就进来了。这种传统的段子大家不想听了，因为我听你不得意，你每个人都可以背。我是想听你灵魂大脑里头的东西，那就是啥子？你的睿智，你的思维，你来摆这个龙门阵。那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呐！李白清估计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在台子上摆摆龙门阵，就可以跟当时红极一时的歌舞厅、录像厅 PK， 还直接完胜。你在厨房里安个不锈钢管子，直接通通北海，那个进来的鱼啊虾都是活的噻。另外他们说准备把长城内外都看成彩色瓷砖。哦，还有个业务你做不做嘛，有没有兴趣嘛？那就是用不锈钢做个盖盖，把太平洋看到。就是我有时那个朋友他们都在做生意来看过我这儿讲书，带着做生意人嘛，喝了酒和船夫2个脾气啊，手机大哥的辣椒就进来，进来就完了，那就闹麻了，这儿该坐到。但我前头的基本观众那些居民大爷啊，老太婆就这，我就害怕他们发生矛盾，我就调侃让大家放松。我说他们呢，现在因为时间也很紧，生意也做得嗨，哦，他们现在在原子弹抛光啊、哦，他们粉刷月球，我就随便说几句，但就成了笑料。他背一晚上火车内外胎，月球内外粉刷，像生活嘛，相处之道嘛，给我感觉就是这个嘛。对生活啊，或者工作上有些事儿想
觉得遇到一些事儿一下就想开了，这个所以说为啥子作为男生也是这儿不是说假的。南渡北归，自初心，嬉笑怒骂总管情，一朝成名不忘本，说书之味街坊听。巴蜀男神李北青正在播出。我张大夫年轻时候老子应当喜欢过你，谁会晓得哈儿打高跟我里边垫给你，我退你一块钱。一条内裤布的粑粑撑了下都九斤多啊！我真没吹头发噻，拿衣裳嘛，带着衣裳。灵巧随大，就地取材，随性发挥，伴随着三大评书，李北青迅速走红。那个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是火气大，因为工人出身，稍微不注意，如果是哪个稍微过火了，说不定我们牙齿一咬，坨子就捏起了，眼睛就鼓起了。现在你不敢了，老板，你要知道我们面前甩中珠，我们都笑死了。哎，兄弟，你觉得甩的巴适，再甩一根出来。这没得办法，因为明天哈儿报纸就给登了，对不对嘛？哈儿说李北青也疼到甩中指嘛，这个都有嘛。成了明星，却没得明星样，没得美景，不带保镖，走街串巷逛菜场，邻居聊天泡茶馆。李北青说，三大评书讲的都是那些街头巷尾的事，自己也只有在那些地方才能找到创作的源泉。坚持个原则，用老百姓语言讲老百姓的故事。跟老百姓沟通，因为只有你接地气的语言，大家才觉得能够吸收噻。男人的笑一般就比女同志要放得开心，男的一笑就不管，管你把大牙笑出来不得，哇高兴，对不对？女的就很少，女的稍微要忍不住控制不住，她的下意识要去遮一下。还有一个女的笑笑高兴，就包括那点精神，就女的笑高兴。他要朝两边倒，因为他的男朋友啊回来了，他就他撞一下，不得哎就要不得倒一下。男的即使是自己老婆坐这边，他都不会朝两边倒，他一般都前后哎呀够了。成名不改草根性，寻常街头故事真，世间岂有十全十劳力如何守初心。巴蜀男神李北青正在播出。听过李北青三大评书的人都晓得，除了家长里短那些事，就他自己成名之后的经历也是他评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有旁边两个两口子演床上戏，好呀，那个情节又很简单，就是胖妹儿从我身上翻过去，遇到车过来扛摄像机，个是鹅银厂一个小青年，他哄的是把机器放，我怎么傻傻把我拉到一边，刘师，我抓子，他有没得感觉？我说啥子感觉？他讲你让胖妹儿20多岁从你身上翻过去没得感觉啊？我说你想听真话吗？想听假话？他肯定听真话噻。我真话，你想啊，有没有感觉嘛？一个奥托车从你身上演舞蹈，你有啥感觉？在李北青的三大评书里，每个人都能从他的口中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有时候还能悟出点人生哲学出来。所以讲老百姓故事的李北青红得是理所当然，那一红是红遍全国。然而人红是非多，红极一时的李北青却再次遇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选择成为了摆在李北青面前的一道考题。很中肯的，我写的是在无本熟读一凡夫，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啊，为谋生计所评书，我是为了生存，我并没跟你说我是艺术追求，我不得了，我从来不虚伪这个心直口快，人得罪难免说些话，有些人听了不舒服，招来笔伐于口中。李北青因为三大评书走红了，不管他自己如何定位，在大众看来，他就是从民间艺人摇身一变变成了草根明星。然而万事却不能如人愿，喧哗掌声的背后所需要承受的也是同样的质疑与批评。而那次李北青会如何选择呢？在他的说书生涯中又会有啥子烦恼呢？